作为天后王菲和李亚鹏的女儿，李嫣从一出生就自带话题体质。如今李嫣已经13岁了，从父母离婚后，她一直由老爸李亚鹏独自抚养长大。不过和妈妈王菲的关系也非常好，天后对女儿的爱属于特低调那种。最近一段时间母女相处频繁，屡次被拍，可能是因为李嫣要进入新的学校，天后才和女儿依依不舍，多陪陪她吧。近日李嫣就读的瑞士贵族学校官网发布一张照片，李嫣和她的小伙伴们同框出镜，她 C 位露脸，抿嘴微笑，还染着黑色指甲，气场强大，一点不输妈妈王菲。好心的网友还扒出李嫣的学校内外景，绝对的贵族豪华，还称这所学校以艺术类见长，喜欢设计画画的李嫣想必来此就读正合他意。之前李嫣还给嫣然天使基金设计作品，而且妈妈王菲戴的项链也是她设计的。小编还在猜测她是不是要走艺术这条路，大家觉得呢？欢迎留言评论。